大家好，我是春良建设公司负责人邱明琛，今天来到国家建筑金奖来这边授奖，也要感谢我们春良建设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员、经理主任，还有我们的评审委员，给我们这次的金奖的受肯定。还有，我要感谢我们的设计团队，还要感谢我们的协力厂商，所有线上的最辛苦的工作伙伴，感谢你们才能够得到这次春良建设的敦煌中结有这样的荣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